东番记》，是一本记载十七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儒生丹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之一，姓贺用喜道无私昼夜十祖，竹塔皮和素芬历经起如冰地，俗不孝喷马，临终日不食羌之，多可数百里。临下有客，即行兵，几日后见。即日相杀相，处日即解怨，往来如初，不相求。所斩首，剔足尊骨献祭文，祭文献高罗多者，请众书。《东番记》之一，台文翻译。东番人个性勇敢，爱斗爱相拍，真敖招标，脚底皮厚厚，所以会当轻松伫歹路行得赶路。因招标的速度未输跑马，走几天也未化忝，若几天拼命走，大概会当走数百里。东番人甲隔壁社有恩怨，会起兵烧战烧台，烧台进前双方约定一期决战，互相抬甲流血流滴，但是第二天就和解，恢复原本的交情，未互相扣分。当番人取到人头的时，会将肉切掉，存头骨挂伫官官的厝头前，门口埕人头挂愈济，会予族人看作是英雄，也是壮士。内容是由董宏景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